南青放假。那拄只介绍着一个法华经内底吼，那拄只咱讲着即个阿罗汉，终年是已经烦恼断尽，不再有烦恼的境界，已经非常了不起啊。但是伊依然无多去体会着佛陀的境界。那么伊所无多体会佛陀的境界，是伊的迄个愿力。迄、那个愿力，迄、那个为度众生出离苦海，迄个大悲心，这是这阿罗汉所欠缺的。就参像咱看一挂人安尼，真有能力，愿意去奉献布施，哇！有人有能力，比别人做会到。虽然是已经无烦恼，但是要叫安尼奉献。确实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代志，参像咱这个全球的这个首富啊，比尔盖茨啊，已经这样有钱啊、哦，但是有啥物个原因，咪要将伊的资金捐献予基金会来做慈善？伊即世就已经是这样啊，生活各方面已经这样啊、哦。这么好过，但是他这个行善布施的种种的这个善念行为啊，我们能够确定一点，他的来世会比这世更好。为什么？不贪嘛，不贪呢，他所建立起来的都是政治建，都是要降服到这些种种的烦恼，而且呢，他所建立起来是他的无量福报，这无论福报就是咱的学佛的基础，所以有法度写。但是依咱来看，哇，这是什么种的？到底是什么种的因缘？什么种的能力？何以愿意安尼来做？这绝对有伊内心内底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原则。什么种基本原则？要帮助众生，要愿一切众生会当呢来离苦得乐。那佛陀也同款啊，伊了解到这个十法界众生是做什么因，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，有种种的这个因缘所产生起来，所以就是希望呢，下当让一切众生拢能离苦得乐。所以阿罗汉当时看到这世尊啊，立定啊，啊，放光说啦，伊讲啊，这我嘛会晓啊，阿罗汉嘛讲，这我嘛会晓啊。啊，到底有啥物了不起？所以咱等一下看到这个阿罗汉五千个离开啊，甲抗议就对，也要讲讲啦，唔讲太啦，啰里啰嗦往迄个态度就对啊。佛陀嘛不会生气，因为恁就是骄慢嘛，真上慢比丘，佛不为他们说法。那为什么世尊唔讲啊？伊讲呢，要成佛，要爱听到大乘法，那确实无相当的福报资粮，你是听袂到哦。众人你听得到，你会起烦恼心吗？是安尼呢？所以为什么佛陀迄当阵一开始也会要讲？因为知迄个时阵有伊，即、這个法华会上有一挂人啊，信心无集中嘛，无集中，所以阵知这言无对，袂使你讲。因为一旦啊讲，有人会起烦恼，所以有人听大乘法听个起烦恼吼，唔是大乘法唔对。是本身的福报资粮无够集中，得惊。就参像咱要起一栋大楼，咱起个山坡地，甲起个河川地，起个水泥地，甲起个建地，迄无共款咯。你若起个河川地，违法会拆无？迄连要怎样拆掉啊？违法嘛。你若这个建地是合法的，而且会当起，会当起一栋大楼，你得足安心、足安稳嘛。咱要听大乘法。咱若俗世啊，包括咱即世，咱若无曾经有大乘法的福报因缘，你听不到，你纵然听到了，怎么样？啊，就今天听啊，明天就走着了。所以你看呢，在这个世间内底啊，千千万万的经过佛门，进入的佛门，踏入的佛寺，但是没有把法入心。很多人是入宝山空手回的啦。你不算空手道的，所以啊，要听大乘法，要听解脱法，
那无相当的福报助你啊！这佛法不是讲我欢喜听是乎你福报嘞，我迄只是甲你捧场嘞。哎，有人来讲师啊，我是甲我来甲你听，这是来甲你捧场嘞。无我是无聊甲要害，我无用甲要害嘞。哦，伊无聊嘛唔听，无用嘛唔听。哎，来甲咱听是乎咱民主，我嘛甲感恩咯，谢谢哦。哎。啊，那嘛是得个感恩啦，因为有伊扶持嘛。但是呢，那以佛法的角度力量，咱去啊思考。哎，在《华经》里面有讲到哈，这参求一尊大佛，就是佛说的大法、大乘法，这参求一尊红佛，一尊红佛。假使你这个根器，你这个树根无在，这红佛一落了，你是不是倒翘翘？听到要布施，听到要持戒，就退啊，退戒，退戒，离离离吼，连一尊来挖嘛唔敢挖，无人敢挖，为什么？这大乘法一落来，就是要爱有迄个坚固的信念啊，迄、那个根。所以世尊讲啊，佛法就参像在落雨，普降甘露法雨嘛，什么人吸收会到？你是大根器的大樟树，你吸收愈多嘛。你个小根器，你吸收一丝丝啊！所以咱做人哦，是免爱看，吸收才会济。你个小鼻子、小眼睛所吸的东西，一丝丝啦。啊，正卡人讲，迄牛雕来咧恶牛母的一大堆啊！牛雕来恶牛母，你较歹到这来，你袂使，佛法你无法度弘扬出去咧。佛法是平等的，是甘露法语是平等的，但是嘛，因为众生的低根、较浅根。不要多年来专门性、全面性的了解，所以啊，要听大乘法。我时常拢听跟恁讲啊，一听大乘法，咱嘛有大乘根器。大乘根器伫对，为六道万行开始建立，为布施，为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那么布施除了财的布施，咱有。欢喜心的布施嘛，做任何代志，包括咱做义工，包括咱种种的一句话，拢会当互大众产生着欢喜心，迄拢是布施的。有的人学佛是逐天面带笑容，有的人学佛是逐天面头结结。为什么？伊边听着佛法就心不安，为什么不安？没有法的。根基地呀、啊，没有法的基地，名头都夹起来，嘿呀，未晓，嘿呀，未晓，啊，为什么未晓？你唔肯发愿啦、啊。所以呢，大乘佛法啦、啊，连阿罗汉都未必能愿意来吸收会到呢。所以当时世尊才甲讲啊，这连阿罗汉啊，众人是烦恼已经断尽啊，也未必能知影体会会到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，来，你说好，我们这个翻过来110页，你说呢？卡苏般世间，假使满世间呢？卡苏般世间呐、啊，该如下利佛？卡苏咱这个世间呢，所有人拢参像下利佛，咱的境界安尼有高哦，高哦，不简单哦，下利佛是啊。佛陀的地主内底是智慧地呢，大家拢参像舍利弗这巧啦吼。讲卡数万世间呐，每一个人拢参像舍利弗安尼，尽数共度量啊，含舍利弗同款的地位啊，大家合作去想、去思考、去测量的佛的智慧啊，也不能测佛地啊，也嘛测未出来啦。比如讲啊。这个世间大家拢产生下里负担，这巧这聪明，这有智慧，有可能无？无可能啊！遐就是讲，众人讲好啦，好你有可能。这所有的世间呢，每一个人拢产生下里负，这尼有智慧，啊，大家拢做伙去想，甲做伙去想，去测量着负的智慧，你嘛测未出来呢？可空空这个世间啊，全部都像舍利弗这样吗？没有，对啊。世尊在讲这种比喻啊，很妙，很巧妙。用卡数有般世间呐、啊，该如下流，大家拢参照下流啦呢。哦，尽一切能力呢，去共同来思量、测度、
也无法多去了解着佛陀的智慧啊，所以啊，佛陀的用心嘛，唔是咱这一般人所体会得到呀。佛陀修尽一切苦楚，拢是希望众生离苦得乐啊。尤其咱这个修行人，唔是为自己得安乐啦，是要管众生啊得离苦啊。所以，什么叫做大乘法？什么叫做大乘的心量啊？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不为自己求安乐，这就是菩萨的精气，不为自己求安乐啦。你从小你好安尼，有得到安乐无？解脱啦，只是家己解脱。但是呢，要让众生啦，愿但为一切众生呢，得离苦啊。这只有佛大乘根器者，才做得到的，而且能力甲一面。所以啊，这就是啊，咱。这个大乘法里面非常珍贵的所在，所以要听大乘法，这都是这个无量劫以来啊所累积的善根跟因缘。好，咱再来看，伊讲呢，净数万十方啊，他说这个世间啊，十方世间啊，拢看参像舍利弗啊，皆如舍利弗啊。本来是这个世界，咱这个娑婆世界，众人是十方哦。都要讲是咱这个世界拢参像舍利弗人哦。那现在佫讲十方的世界拢参像舍利弗人这样的大地位，该如舍利弗的及诸哦，及伊诸地主呢，亿万十方刹，亿万十方的国土呢，尽数共度量啊，亦何不能敌啊？十方法界。大家拢参像舍利弗安尼，或者是参像其他的地主安尼，这样有地位，十方的力量来做伙来思考一位佛陀的智慧，都测量未出来啦。为什么要来讲？即有人讲，哎呦，那遮捧风哦，无啊，唔是啦，伊是讲佛的智慧啊，都唔是用这安尼变变的出来。我的智慧不是被比较出来的，为什么？一切比较叫做对待生灭法。佛的智慧是不生不灭的，不生不灭不是被比较出来的，那是一种成就者的一个什么境界，这个星级的人就是一个境界。参照咱世间法来讲，这个世间法，这个人的成就，这个人的成功，敢会迄个无张无弛、无因无缘的成功呢？伊嘛一定爱受到种种的考验。哦，像咱最近这个电视电影吼，我正在拍广告，这台湾之光，这吴宝春啊，哦，屏东人诶，未歹，因为我屏东人啊，所以讲未歹。同事，我讲，完了你搁较好。哎，伊嘛是一个长大囡啊，一看伊这个片段内容，伊今仔日成功，嘛是遭受着足侪考验甲磨练，甚至人看伊未起。伊嘛得爱忍受着遮种种一切，最后的成功是家己行过来。因为伊为虾米会成功？因为伊无放弃家己。即个人修行呢，上惊是惊啥？你家己放弃家己，你唔肯学习，你唔肯面对，你就永远袂进步。所以，一个成就者必有他成就的条件跟因缘。那佛陀嘛，同款啦。佛陀伊拄在一开始有讲嘛。佛陀伊之所以成佛的智慧境界，是以无量劫以来、无量劫以来呢，
亲近过这么多神知识啦。那摩西看来说，哎呦，这个人才刚出家，怎么境界在白白那么高，你不知道他过去是亲近过多少神知识，咱不知道，咱不知道，咱要站在这个欢喜赞叹好奇随喜。用这些来讲，什么都也不准，太清净了。佛陀在看事情是怎么看？无量劫的境界在看。佛陀在看事情，敢会看这些？还是看这个这几年、这几天？是看无量劫的。所以刚才说的那个五祖弘忍大师，他用那种方法在跟他的妈妈消灾解厄，敢看这些？他看无量世，说哎呦，这月最终这当只好用这个功夫，用这个东西才有法度，用这种方法才有法度给消，不然消不掉。那他玄奘大师当时十二岁就说要出家，照理是十五岁才有当出家，他十二岁就去参加考试要出家，人说你年岁不够，他说我只要要修行，他就一直坚持，然后也是要出家。二十五岁他就发愿要去印度取经，那伊咱进来讲，哎呦，是过得袂大咧，就遮笑着。如果你较敖，咱也无通赞叹咯，无当心说你去泼冷水，这种不应该。所以当时玄奘大师要去印度取经，有几个人甲支持的？无，拢泼冷水一大堆。有啦，有人飞去的，到一半讲好，你去就好，再见，拜拜。是的，是倒的倒。如果他坚持到他的信愿，他的愿力，唯有他的信心不退，去印度这样去来回十七年。二十五岁呢，那老人，哎呦，人家说别在那去这下大愿了，但是人家不是去这下大愿，他是菩萨下大愿了，人家是做不到。所以呢，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看，玄奘大师讲这些修来无量劫修来，才有今日迄个成就。他伊安尼行过的所在，拢有神智识咧甲扶持。所以你看有个人哦，哎，介绍考验真济，但是伊每到一个阶段，都有迄个护法，都有迄种的人愿意来甲扶持。这不是天公伯安排好的，迄是神恩其中，不是靠天公伯来安排。你若无迄个神愿，无迄个威德力，没有人要来护持的。我们必须要了解，这就是佛法不可思议的地方啊！你看这个玄奘大师，面对的灾难，面对的困难，那 在沙漠里面无水通饮呢，那就强要死啊！那就是有人会甲救。那人用拍片来安排，那导演嘛想不出来了。但是咱的龙天护法就知影什么时阵该出现了。对吧？哈，那导演敢想未出来？想未出来，大家不要，未必能想未出来。所以人家法的因缘，你看，看伊的过程，佮啥足辛苦，但是伊每一个辛苦的过程，拢有遮尼啊好的神智识呢，安尼个成就。那你咱的佛陀释迦牟尼佛，你看伊所经过的所在有艰苦啊？伫苦行里内底六年啊，无通食。那六年嘛是为伊熟悉朋友，伊嘛有熟悉神智识，嘛是有人会帮助伊过关。迄腰架强要死死昏昏呢，那遐拄好，遐拄着迄个牧羊女伫遐咧饲羊啊。啊，若无伊拄迄个，我袂晓怎都枵死，都无得啦。你用安怎安排，你嘛安排袂出来。迄就拄好迄个人伫遐要甲救。迄因缘就是真个符合，啊，因缘符合伫对，福报集中。所以牧羊女。第一个供养，到最后供养存托，功德无量。所以法的因缘不可思议。所以直接拄只讲啊，纵然这个世间，大家人拢产生下的佛教智慧，也无法度去了解佛陀的智慧。纵然十方法界所有人的智慧产生下的佛讲法，搭做伙嘛无法度了解，那就佛的原理啊。所以呢，佛陀咧看代志，看机缘结。所以咱有当中看迄一挂囡仔吼，啥物叫做神经？迄看一挂囡仔自细汉都真真大心，真会晓想，真捌代志。伊咱讲伊有神经，这绝对拢是学习修来。
不是这些爱好，但系这把代志。哎，有人为哎，迄个囡仔一出世，看到师父，无人教导，咱师父阿弥陀佛的合掌，这拢俗世修啦。咱来感觉伊无简单。当当在我头一看，咱十岁、二十岁时阵，咱可能连阿弥陀佛嘛念未出来呢。迄个时阵，确实就想讲要食鸡腿啊。咱会想到要去拜阿弥陀佛，迄神经都差伫遮呢。你看人因都有法度迄个想法，自细汉做啥物代志，迄个心、迄个量，点点滴滴。那咱甲看，哎呦，咱会遮巧，啊，遮细汉就遮捌代志，伊所捌的代志，拢是俗世修来。所以有当阵，咱看到一挂较年轻，哎，伊个神经啊，伊个各方面的伊咪遮集中。咱来徛在即个扶持，然后监督护法的即个立场咧，去甲扶持，和道场和正法会样流传。所以世尊甲舍利讲，将来所有世间拢甲你共款，嘛无法度去了解佛的智慧啊。所以那个不可思议的讲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段。你讲呢？辟支佛，哈，辟支佛的这个励志来的，辟支佛的这个智慧嘛是足深远的。辟支佛的智慧是比阿罗汉智慧较悬哦。你讲呢？辟支佛的智慧啦，无漏最后生啊，无漏最后生嘛无烦恼哦，嘛是这些嘛是最后生哦，最后生哦。也不是方法，卡说这个世间是方法界世间，拢是辟支佛的智慧，哦，不可思议哈！哇，到这个环境嘛真好啦哈，袂啊跟人安尼勾心斗角哦。但是啊，这完全不可能。但是，纵然这个世间是方法界世间，拢是产生辟支佛这样的智慧，哈、哦。一所如得林啊，这个偌济呢，都参像草木安啊，参像竹林，遮尼啊多啦，拢总是辟支佛哇！伊讲呢，殊胜共一心嘛、啊，遮人大家拢共同一心嘛、啊，哈、哦！以一无量劫，以无量劫以来啊，药师佛实地啊，想要去了解佛的智慧。木莲如消魂啊，连这丝丝啊，嘛体会不出来。啊，这我是佛陀在讲这个譬喻哦，很巧妙哦。这个西方法界大拢是辟支佛，多到什么程度？就像树林一样的多。那这些世界树林多不多？多。西方法界树林多不多？更多。这十方树林，每一棵树就代表一尊辟支佛，多不多？多。这些人呢，加起来一起去思维佛的智慧呢，连一点点都碰不到。哇，等你讲这个例子，真的是妙，妙不可言啊！无多啦，为什么？这不是用编稿来哈？好，再来，我们再来看，你讲呢？用呢，心发意菩萨，心发意就是初发心菩萨哈，心发意菩萨就初发心菩萨，初发心菩萨供养无数佛，了达诸意趣，又能善说法，如道麻竹苇，充满十方刹，哦，充满了十方国土。一心哦，一心以妙智，一心以妙智，于恒河沙劫。贤皆共思量，不能知佛智。众人是菩萨的境界，众人是初发心的菩萨咯。伊呢，共用无数佛啦，共用真济佛，伊是菩萨。拄仔讲的是下里佛是这个声闻辟支佛，现在是谈的是菩萨，充满十方法界，产生菩萨的智慧，也无法度了解佛的智慧。哦，也不多了解，所以呢，这我想你把这个佛的智慧呢，谈得这么样的深奥，岂有难得啦？所以呢，咱用什么心看待众生？咱用什么心看待咱的环境？哎，
你用凡夫心看待众生，众生该凡夫啊，啊，咱家己就是凡夫。佛陀是用佛心看众生啊。那么佛用佛眼，用佛眼看到众生，就是希望众生拢会像参像伊同款，成佛的智慧，成佛的境界。那么既然要有成佛的智慧，成佛的境界，都爱远离着种种的邪见。种种的无知，种种的烦恼。那么要爱分远离的这种种的无知烦恼，佛陀都要用种种的方法来甲教化。所以呢，佛陀啊，有开真侪方便法门，佛开设的种种的方便方法、善巧方法，拢为度众生来，唔是为着伊家己好，是为着一切众生好。哦，好，所以咱来看，好，咱看下一段，伊讲呢，不退诸菩萨，即所如行说。拄我讲的是初发性的菩萨，即讲啥？有境界菩萨咯，不退转的菩萨咯，不退转已经啊八地以上的菩萨了哦。这个菩萨呢，不退菩萨，即所如行说。有偌济个参像恒河沙？恒河沙有济无？一粒沙，一粒菩萨，恒河沙是算未出来济啊。那么这不退转的菩萨，参像恒河沙遮济啦，一心共需求呢，那做伙去思维着佛的境界啊，一毫不能低啊，嘛同款啦，无法度知啊。哇，这个举例呢很巧哦。一开始呢，为这个声闻。初发心菩萨，甲不退转菩萨，众人皆菩萨，充满十方界。这菩萨充满十方界，也不能低啊，不能知佛智啊。充满十方界，分充满十方界，所有十方界拢总是这圣人，这样有智慧的人，也无多了解的佛的智慧啊，很巧妙的说法。所以啊，咱莫轻，莫想过轻易去诽谤着正法，嘛卖去轻易讲，这个经典佛陀安怎讲，起着这个不善念的心。所以对经，对佛陀所讲的经，咱要有信愿力、信心，若无信心嘛。做好去电道，所以有人要听经啊，嘛得要有信心嘞。信心为对啦，不是我欢喜就听，无欢喜卖听，不是。迄、那个信心是咱对佛法的信念未退转、未改变。迄、那个未改变，不是讲，迄、那个不是迄个停留在迄个信用当中，迄、那个不是那个信仰而已，迄、那个信。是会把佛所说的话拿来实践，也可以来实证，也可以来用啊。有人只是听，就参像囡仔，细汉要捌代志，妈妈讲，啊，去好好较乖来听老师的，知啦，用应知啊，去好好会听话无？不一定会听话吼。同学那个妹吼，嘛是闭手，要甲伊相拍吼。哎呀，妈妈拢会甲讲啊。
妈妈讲，去好，莫讲冤家相拍哦，啊，袂使讲相骂哦，袂使讲安怎，啊，乖乖听话。伊拢讲知啦，啊，去好好，人来甲甲骂两句，啊，就变亲，啊，袂是要安怎？迄妈妈讲话拢暂时袂记，啊，拍拍来对，啊，你先乌青，我就甲人相拍，啊，你讲甲人相拍，后面甲你讲，叫你莫甲人相拍。我知啊，啊，不过伊就安怎安怎安怎，我就甲剥落呀。妈妈讲话又袂记啊，有当啊，就是咱境界来佛祖讲话袂记啊啦。啊，拍拍来讲，我哪会知影我去诽谤着圣灵？有时候呢，我们自己造业还不知道，那才叫可怜呐、啊。真的，有时候是这样哎、欸，不知道造业了，毁谤了圣者，尤其最大的圣者就是善知识。我们佛经里面的见解跟智慧，所以举这个例子做清楚。我从我读小学的时候，读高中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说较乖的啊，你好好忙干啊，冤家啊，我希望咯，人来跟咱变变啊，咱躲不掉，咱嘛是个木头。为什么失去？啊，为什么安尼信心无够？佛陀跟咱讲的，卖甲众生结恶缘。必定有伊个缘，必定有缘啊！有伊个相当的智慧。你敢没看到菩萨甲还是佛陀去甲众生在结缘时话？佛有没有跟谁在结缘时？所以叫咱卖讲结缘时，就是要教咱行菩萨的圆满智慧。唯有圆满的智慧，才能就近成佛。没有圆满的智慧，哪来的就近成佛？但是不简单了。哎，拄好遮歹。我可爱对一下好，哪有可能？对一般众生来讲，那是足困难的代志。伊对我遮歹，我得要对伊遮好。啊，以佛陀的角度来看，你对我好，你无对伊好，你个欠一位，你就成不了佛。一个圆满的菩提，不能有任何的缺失，有任何缺失，你就成不了佛。所以阿罗汉的境界，菩萨的境界，就是还未到圆满，所以看未到，无法度去了解原来圆满是这么样一回事。那么信心，尤其咱听大乘法的信心，为什么世尊一开始还未要甲舍利弗讲？伊知影舍利弗，知影足侪人无法度去承受到大乘法的这个力量甲根气。确实无遐简单，无遐容易。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为众生得离苦。这句话听起来很伟大。参像咱地藏菩萨，众生多尽风景菩提，地狱比空谁不行？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倒背如流哎。但是呢，众生境界现前，慢慢的再来讲，吼、哦、啊，啪啪的再来讲。啊，讲讲的，反正业做做，还搁来消，啊会消就好嘞，啊那未消要安怎？啊未消呢？啊，咱若拄着高人就好呢，无拄着佛陀，无拄着参像这弘忍大师这种的大神知识来甲咱消，啥物人要替咱消？只有伫不断轮回受苦、受苦、苦受尽了才解脱呢。啊，苦定是受的尽，不得知。咱要爱开始学这个远离的苦，咱就现在开始安那爱用智慧远离的苦。那么智慧对来，八正道正见、思维、正义、正业、正明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我们听书咧背个那个轻松哦，恁都背看卖咧，袂遐简单呐。多思维，法能入心。因为每天活得很快乐了，学习佛法就是从快乐开始。从什么快乐？就参像咱一天来的那种的法喜，就看到了阳光一样。那么日头光，大刚刚咱咧做位哦，那么讲哎呀，日头光介正常，没有了阳光的世界，那叫做黑暗的，不快乐的。所以，咱拢希望咱每一日都摊前看到日头光。你嘛看到日头光，哎呦，热到要害！那无日头光，看要安怎？你不要厌恶了它。法水在冲洗，在
冠在滋润我们的时候呢，就如同阳光在照射着我们，那破烂的无明烦恼。另外一个日头光，好偌济众生因为日头光会用成长，会用来安尼大喊，那叫做法喜。所以学佛的一个基础，法喜、信心、法喜，一定要来建立不起来。哦，好，那咱再来看。所以讲呢，这个不退转菩萨，众人充满十方界，也无法度去了解到或者地位。那搁再来，伊讲呢，又个下里，伊搁个下里去讲啊，无漏不思议啊，无漏没有烦恼已经很不可思议了。无漏就是不再有烦恼，不再有烦恼，得一点不可思议，甚甚微妙法，我今已具得。没有烦恼，信心比妙法，咱的佛德释迦牟尼现在拢啊，全部集中。伊讲啦，唯我的思想，是彭佛引人啊。唯佛唯我这个唯佛知道呢，怎么样？即、这个世间的一切如是相，什么样的如是相？知是相，这是如实如是性。相性体那者，因缘果报本末究竟。十法界的每一法界的因缘，通通清楚了解。甚深微妙法，就诸法实相，佛都知道。除了不再有烦恼以外，一切法的实相，佛都知道了。十方佛也能，十方佛也清楚。好、哦，一共的下礼佛啦。下里佛懂的，用舍利佛，你应该要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来，来看，伊讲诸佛语，诸佛语无异，每一尊佛所讲的内容呢，是无差别的哈。无讲呢，哎呀，东方有时候讲的境界，甲西方弥陀佛讲的境界有所差别，境界拢同款，智慧也同款。只是度化众生的方便法门不同款，方法不同款，但是最后到达的境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啊，诸佛义不义无义，于所说法，以所说法，以所说的话呢，东兴大兴这个好。谈到这里啊，咱来清楚哦。佛陀甲舍利弗讲，我舍利弗，你一定爱知影，爱知影伫对。过去佛、现在佛、十方佛，每一个佛的智慧是平等的，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佛陀现在所要甲咱说法的内容呢，伊叫咱来呐，你有信心甲吸收会到，你无信心，听无咧。以大信力，什么叫大信力？对佛所说法不再有疑问了，不再有疑问了，不疑。不疑即信，不疑就是信。不疑什么呢？不疑佛清净无量佛，清净无量佛所修的一切功德，佛都成就，我不会怀疑。就参见这个人的先讲，这个人我的先讲，我记得较早我读册时阵，伊就叫阿西，叫好，叫好歹，今天来做头家，哪有可能？这一定是买，无可能啦，买对买。就伫蟠桃溪。在佛陀时代，人讲上光的地主，上憨憨的地主，地地上歹的地主，伊敢有掠鸡仔去换？用实力，什么实力？对佛法无怀疑，老老实实安尼使用，人尾也嘛是成就啊。所以呢，舍利弗，佛陀甲舍利弗讲，舍利弗你一定爱怎样？一切法。尤其佛祖世尊所讲、所甲咱教育的一切话呢，上界重要，咱就是要有信心才吸收会到。人无信心，吸收袂到。
就参照咱今日要听法华经，咱今日要听任何的大乘经典，咱也无信心。你若对佛陀无信心，谁告诉你来听法？谁要求你入佛门？你都不会来的。法最好是来自什么？我们的很好要欢喜而来。所以啊，一个下流讲，下流佛啦，你爱知哦。佛陀要跟咱讲大乘法，咱也无信心，是听无。参像落大雨，咱的树根是怎呢？又袂堪咧风，风雨一吹了，咱就倒翘翘哦。要大信心，叫做信根，五根五力嘛。五根根，根本的根啊。五根，第一个就是什么？信，而且是大信心，对佛所说的法不再怀疑。好，我要。大信心、哦、大信心，好，再来哈、哦。用了东胜大信力啊，世尊发救后啊，世尊的法呢，在救完劫以后，要动说真实的，各自行文章及救因果因果性。我今哈，我今呢脱苦夫啊！因为我今呢脱离着这个所谓苦甲束缚，就世间的苦，世间的种种的束缚啊！哦，待得涅槃者，待得就是获得，待得就是获得得到，获得得到，待得就是获得。得到这个涅槃者呢，佛以方便的，世尊呢以方便智慧。是以三圣教，是就是示现示现以三圣教法啦。所以现在所看到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三圣教啊，是佛的怎么样方便所说，不是究竟法，是方便说法。伊讲啊，众生处处得啊，因之灵得出来。众生就行到地，即条到地，只要啊，该引导伊行啊，该引导，引导他怎么样入佛智啊？因为众生处处着，众生就行到地，即条到地啊，所以呢，引之，令得出，该引导，伊才行会出来。所以佛法最好的引导在哪里？为什么要跟人讲八正道？为什么要跟人讲五根五力？就是引导我们走出世间的杂染，信尽念定慧，就是要让我们去清楚怎么去含好我们的五根五力五顿，就是我们一个随眠烦恼五力识跟五顿识。五力使咱的身边邪见界，甲咱的贪嗔痴慢疑，咱若无八正道的正知见来甲咱引导，咱若无正知见，无正确的思想，无正确的思观念嘛，你就无正确的思维嘛，无正确的思维，你讲的话语就无法度正义嘛，无法度正确的语言啦。所以在这个。这个有一挂修行人，你看咱这个台湾，咱这个这九华山，这个咱这个这个那个救世师父啊，好不好？伊尾下拢不爱讲话吼，伊不是一开始就不爱讲话，有当下伊讲的话，人就要甲搬话啊，搬唔到话，哎，害人安尼坐咧产生着救，只好都不说话。伊尾下拢用啥？用啥？我讲这好像言多必信的。啊，有的人啊，一烦恼啦来吼，怨气啦来，好，话若讲出来，袂晓打动安尼吼，溜溜去，一直去，吼哇，唔知无形中已经造下着种种的歹因呢。所以你无正确的观念，无正确的思维，你就无法度有正确的语言来引导人嘛。你没有办法讲好话。所以咱啊，我都讲好话，才我都咱心业、口业、意业、清净，有正业才有正明，有正命。正命就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嘛。他说：“咱的生活方式，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。你每做一届的，做一届业嘛。所以正命就是正确的生活方式。然后呢，靠啥？正正经，
正念正德。首先，众生啊，处处执着啊，世尊就安尼方便甲引导伊行出来，所以有三十七道品。虽然有大乘法、有菩萨法、有声闻法、有缘觉法，每一个法门呢，拢是啊为度众生。有的人会相应这个根器，有的人相应那个根器，因众生相应不同，因相应不同，怎么引导他？但是到最后拢是要安那入佛的智慧啊。这是佛陀的慈悲啊，佛有这样的慈悲跟智慧来救度我们，佛不会放弃我们，只有我们自己放弃自己了。这一张所有要请坐。好，所以你跟下礼佛，下礼佛的厉害在啊。哦，好，那么呢，我们再翻过来看哦，那翻过来看112页加哈，那看的这个长行的经文哈。好，伊讲咧，逆袭大众中，当时咧，这个听经的这个大众弟子啊，哦，有诸声闻老尽阿罗汉，有声闻落尽，落尽就烦恼断尽的阿罗汉。啊，这阿罗汉来叫做，哦，阿罗乔成汝，哦，乔成汝是这个佛陀呢，成立僧团呢，哦，这个五比丘来这其中一位，哦。这个阿罗汉呢，定了有1200个人，哇，1200，迄伫灵鹫山，迄1200个人，迄加个厉害吼。那有去过灵鹫山，怎？迄个所在我都1200，你连有当阵用世间话去看，你都未相信有乱啦。但是呢，可以这样，带阿罗汉各有神通啦。迄是咱这较有心，较有感觉世间的空间的差别，对阿罗汉有啥物？有啥物？啥物差别无？一块刀啊，一个方重色，一个为毛个技术的方重色，是方世界人拢钱会落的，迄是咱小鼻子小眼睛的人较钱袂落，人迄大心量的人，佫较侪嘛钱落吼。你看灵鹫山，不过就都无咱这个工程遮大嘞，卖讲坐1250个啦，两三百都无啥钱会落的。跟山顶山下都没关系，上顶关系嘛。但是呢，你看哦，何以这样？阿罗汉的我们还没有色身的执爱性，落尽通呢？落尽通它有天眼、天力、心众，包括哈，以及卡心通。所以众生有烦恼才有执爱性呐、啊。阿罗汉没有执爱性呐、啊。以法相应，以法相应。你去过啊？哦，所以呢，你看，伊遐讲啊，大众中啊，有这阿罗汉1200个人哦，以及诸声闻辟支佛啦，哦，辟支佛心。我是这境界人哦，你看 BQ 尼，优婆塞、优婆夷的在家居士，南藏甲鲁藏、优婆夷的鲁藏。各做事业，大家都安尼想啊。你想讲呢？金主世尊喺现在咱这个佛陀啊，吼、哦，何故？伊到底是啥物因缘啊？安尼何故？殷勤称赞方便而做事业。佛陀是安那，今仔日咱才特别一起赞叹佛陀的境界，一起赞叹释蒙佛的智慧，很殷勤、很诚恳的。很殷重、很诚恳的在称赞佛的智慧呀、啊！伊讲了佛说的话啦，信心难改。世尊所得到迄种的见解智慧呢，甚深难解。有所言说，益处难敌啊！有所言说，方便开心；有所言说，但是呢，真啦，咱万不多呢，亲身去甲体会了解啊。伊讲咧，有所言说，益处难敌啊！即意思到底讲，即阿罗汉呢，嘛无一定听有啊。伊讲啊，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啊，拢无都达咧到迄个地位、迄个境界，所不能及啊。即大家想奇怪，佛陀今日来安尼特别这样赞叹着，即个佛陀的智慧吼。
伊拢唔捌多了解，所以佛说一解脱机啊，悟道亦得处罚，哦，都于涅槃。伊讲呢，离经不离是伊所处啊。我嘛是因为听世尊说了，才得到阿罗汉，得到解脱。但是今日佛陀所讲的地，我既然听无，唔知啦。你听懂意思吧？哈，伊讲呢，这阿罗汉讲，我嘛是跟随世尊，你教我安怎修。我嘛照安尼做，但是今日世尊你所赞叹的佛陀的境界，我确实听无，是真的听不懂啦。就参像咱读册、读小学，读小学伊拢感觉，我个读册拢一百分，啊，向老师个教大学的物件听有无？我老师你咧讲啥，听无啊？我明明读册都第一名。像阮庄卡吼，有一个囡仔吼，伫庄卡读册吼，考试拢第一名嘞。哎，妈妈是讲吼，这考试拢袂歹吼，总甲转学，转来去咱这个，转到高雄里哦，转去伫高雄一间学校。结果伊第一班是全班阿伯生来第一名，伊心肝来足艰苦的。我伫阮遐是做王第一名，来到这那会直接八生来第一名，那会差遐济？结果呢？那考试的题目，甲起来边讲啊，差遮济，赶快同一个年级哦，考试的内容竟然差异这么大，你感觉迄伫真开就听无，迄到市区听无，听无会听无，哎，讲恁听无，就听无，啊听无，伊讲听无的反应介简单，独孤，等下课，就听无啊，所以莫独孤啊，恁独孤就是听无。对呢，这是在讲这样世间法度啊啦，所以阿罗汉在讲啊，哎，我照佛陀所讲，我嘛照安尼修，就照安尼解脱。啊，为什么今日世尊在赞叹的内容我听无啊？听无，难怪讲哎呦，讲的话人听无，不是人听，不是人，不是伊讲咱听无，是咱的智慧福报不具足，听无，不能怪佛啊。你阿罗汉敢会怪佛祖呗？因会感觉讲奇怪咧，啊，过去听拢听，啊，今日就听无诶。今天真的听不懂了，怎么办？听无，咱爱想讲，原来我也有不足的所在。有人是安尼想诶，有人說啊，迄讲诶嘛，讲诶啥物话听拢无，啊，讲诶啥物内容听无，不能怪这样啊。人家大根器者是怎么样？原来我还有不懂的地方啊。所以呢，这阿罗汉因的思维啊，好，那咱看下一段。伊讲呢，那时迄个时阵，舍利弗啊，伊了解着数种地主内心的怀疑啊。第一，就是了解数种，就是在家出家数种地主的心内疑问，唔是怀疑哦，迄是疑问。你奇怪，我过去佛祖你安怎讲，我就照安尼做。今仔日你讲，我确实听无啊。了解人疑问呢，注意味了，啊，家己嘛唔知，啊，四种地主嘛唔知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你白佛言呐，伊个世尊讲，世尊啊，何因何缘，温困清净，诸佛第一方便啊，因世尊啊，你到底是啥物因缘，啥物因果，你今日呢，这样清净佛陀的境界，而且是这样辛苦来咧清净啊，心性微妙。难解之法啦！你这样赞叹世尊，这心清难解之法，佛陀你到底是啥物用意啊？安尼赞叹啦！哦，伊讲呢，我自识来，我自过去对你学佛较真啦，自过去学佛对你较真以来啊，迷情将佛本如是说，从来没听过世尊你这样辛苦这么样的殷重的赞叹佛的境界。今天第一次听到了，很怎么样？又惊又喜啊！到底什么原因？哈，这久以来头一次听到世尊赞叹着佛的境界。伊讲呢，今者数种涵盖有记啊。现在不是但我怀疑哦，我佛陀不是但我一个怀疑，所有人都怀疑啊，要怀疑有疑问呐、啊。过去冇听世尊你安尼赞叹过，啊，今日呢，我大家拢有疑问，今日你为何你这样赞叹，或者境界啊？
伊讲啦，唯愿，唯愿，什么叫唯愿？唯愿都是希望的意思。那唯愿怎么加重语气上？非常希望。那咱啊，唯愿世尊讲，我非常希望我，哎，那我是希望师父啊，你那我希望你有时间讲我听啦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来叫做希望。我非常的希望，可我非得希望你告诉我，非常的希望唯愿。所以咱金刚经是不是？愿望六文，愿要欲文，愿要欲，拢是希望的意思。但三个字加做叫啥？我非常非常的希望加重语气呢。你要了解的根本的那个内心的因重心，我非常的希望，噶我是希望，噶我非常的希望，更加有讲话，无强用的也不讲啊。我非常的希望，所以唯愿世尊啊，你看看这个鸠摩罗什在翻译，真的美漂亮。唯也是希望，愿也是希望，唯愿加起来就非常的希望，非常的期待。佛陀跟我们讲答案啦，那个期待，那种期待哇！用唯愿世尊，敷衍世事，唯愿世尊呢，跟我们讲呢，到底你是什么因果，这样子称赞的佛陀的境界？用世尊何故温困清净性清微妙难解之法啊！哇，阮是非常的希望世尊啊，搁再一次甲阮解答讲，为什么你安尼清净的温中哦恩因重来清净的佛祖的境界，到底是啥物原因啦、啊？一早毋捌听你安尼学落过啊，今仔日咱遮尼学落。嘿，迄个亲像哦，你也看一平时啊，拢无人甲你学了，今仔人特别对你学了吼，嘿，一定原因的吼，唔是好就是歹，大部分拢是好啦。啊，你做人该自卑啦，啊，该自卑哦，啊，你来发心甲斗扫涂骹咧，好无？你爱讲好，你袂使讲唔好。那我甲你赞叹，你都要话好。啊，你看咱会起啊？哎呦，我听讲你真够煮食咧，哇，大家做学了，嘿呀嘿呀，谢谢。啊，你啊发心甲咱斗煮的，你爱讲好，你袂使讲唔好。哎、欸，我无用哈，你无才刚刚人跟咱赞叹，人跟咱赞叹，咱接受后，咱就要来发心斋哦。有没有听懂啊？这本来就是这样，佛跟菩萨们在赞叹也是这样。哎、欸、妈，我想要听人赞叹，但是要发心的时阵会救，袂使你救。发大愿就是当下的赞叹，先当以后呢，袂使你要救啊。那你管那个自我打折啊？发愿不能打折。唯愿不能打折，都是安尼念念啊。所以这佛陀啊，你看伊安尼赞叹，啊，地主的，啊，你为什么这样赞叹？到底是什么因果？过去冇听过，今仔日特别赞叹。所以我呢，对学校迄学生啊，哦，学校长对啊，我呢，我大家都做起，什么代志先讲啊讲。每个请假啦，我就知咧。无你若遐对我遮好，会要投脸给我食，原因哦，如是因，迄因哦，哎，要变做啥物果，你都要去思维吼。我先讲遮啉，啊，啉落，哎，你投脸啉落啊咧，你都爱讲尊假，无我拢先问看啥物代志，讲完遮啉。当然这是半开玩笑啦，这是讲啊，不要咱了解讲，佛陀咧赞叹每一个法门拢有伊的原因，就是安那，就是要互希望互舍利弗，即所有的弟子会用亲身体会佛陀的用心，佛陀的用心良苦。而且呢，有啥物要来赞叹？伊才讲要成就一个佛陀的境界，是要经过这么啊侪时间。用尽这么多功夫，亲近过这么多先知识跟成就的，它不是偶然的，它是救我们劫所成就的。听懂了哈？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。好了，我们回向。愿力出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莫等于众生，大众成佛道。